我的演员之路是从太阳底下开始的。5岁那年，为了一个群演机会，排了好久的队。太阳很大，我想，再过一会儿就到我了。相比转瞬即逝的流星，我更想做一颗演艺界的太阳。坚持演戏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最初的坚定总会提醒我，去抓住生活中的每一道光，积累每一次小的闪耀。那些不懈的努力，与我信心。明天一定充满阳光，未来会更加闪闪发光。无畏晒，无限美，安热沙。